在我身边的这个就是2020年的 Toyota Hilux， 自从2015年推出以来啊，原厂分别在2017年还有这个2020年推出了小改款的车型，但是这一次的小改款车型啊，变化比较大，包括了外观、悬吊、引擎等等的细节上面都做出了升级。今天呢，这个 UNW Toyota 也举办了这个 Toyota Hilux 新车试驾活动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个新车啊，到底有什么改变的地方。小改款的 Hilux 呢，变化非常的大，尤其是它的车头，头灯组变得更精致，前脸变得更复杂、更粗犷。我们可以看到，Toyota采用了大量的材质来营造前脸的粗犷的部分啊，像这防刮材质啊、镀铬材质啊、亮面材质等等的混搭，看起来有特别的感觉。另外还有一个细节是啊，这个Toyota的 logo 是平的，所以其实它是内建雷达，这辆车是有这个 ACC 主动式定速巡航的。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头灯组。这个头灯组啊，不管你是买到哪一个版本，都是重新经过设计的，但是只有 2.8 还有这个 2.4V 的版本才有这个 LED 的头灯组。你可以看到里面的头灯组变得非常的精细，这个设计一般上不会在皮卡上面出现，所以很明显的这一次 Toyota 意图让这个 Hilux 的质感更上一层楼。接下来往下看，这个雾灯座呢，同样也采用了一个特别的设计，整个车头看起来跟这个小改款之前相比呢，它是粗犷，但是又精致了不少。这个是我觉得 Hilux 这一次的重点。至于在车尾的变化，同样是有，只是没有车头那么大，但是还是可以很明显的分辨出来这个小改款的 Hilux， 因为它这个尾灯组啊，采用了这个 LED 光条的设计。如果夜晚这个灯亮起的话啊，它的这个视觉效果是非常的出色的。再来就是这一块很大块的防刮材质，其实它是一个扶手，上面还有写着 Hilux 的字样，然后旁边这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倒车摄像头。同样的，打开之后，这边放有很多这种防刮材质，可以让你搬送重物放进去啊，因为载物这种都是这个 Hilux 这样的皮卡车型最在意的细节。这个小改款的 Hilux 在 Toyota 听取了消费者的意见反馈之后，他们进行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升级，就是它的后悬吊。在此之前啊，很多人投诉说这个 Hilux 的后悬吊会比较弹跳，会很不舒服，但是这一次呢，原厂就是把这个从悬吊啊、避震器等等都进行了重新的设计，所以它变得软了很多，然后可以把避震吸收的非常干净。如果你是现在或者是以前 Hilux 的车主呢，我建议你在这个新车发布之后去试驾看看，你就会感觉到这个新的 Hilux 和旧的 Hilux 在后悬吊的舒适度方面是天渊之别的。至于在轮胎的尺寸上面啊， Hilux 有两个轮胎尺寸可以选择，分别是17还有18寸，这个 2.8 的顶级版本自然就是18寸啊，搭配的轮胎就是这个 Open Country Series Toyo 的哦。引擎方面， Hilux 同样的还是搭载了这个 2.4 跟 2.8 的这个柴油涡轮增压引擎。在这个 2.8 的这个版本上面啊，它的引擎马力从原本的170多直接进步到204 PS， 峰值扭力也从450 Nm 进步到500 Nm。 变速箱还是熟悉的这个六速自排变速箱，但是这个变速箱的软件逻辑进行了重新的调教，所以它换挡变得更为迅速，也变得更为柔顺。实际上开起来这台车的动力表现真的很出色。还有一个重点就是，原厂将原本的这个风冷式的散热系统啊，变成了水冷式的散热系统。在这套系统的加持上面，它不仅马力提高了，然后你就算在高速行驶或者是这个高负荷的情况下开这台车的话，它也不会因为热衰退而导致这个引擎的扭力马力下降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进步。接下来在试驾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这个引擎动力表现怎么样。如果是 2.4 版本的话，它的引擎动力没有差别，但是呢，它的油耗表现有所进步，基本上两具引擎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优化。内装方面啊，这一次 Toyota 呢讲求这个质感的升级，所以这个 Hilux 内装虽然说基本的轮廓和之前的小改款车型是一样的，但是在很多细节上面，它的升级都会让你觉得有 wow 的感觉。例如说门板有气氛灯，这一个 pickup truck 啊，在门板上面居然有气氛灯哦，这个是很多车，不要说比卡，可能是房车都没有的设计。再来就是中控台上面啊，它采用了很多亮面材质啊、雾面材质啊，
还有这个硬质的，但是有缝线的这个塑胶，来营造出一种高质感的感觉。而中间的这个触屏主机呢，荧幕尺寸是有一点点小啦，但是它支援这个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。对于一般的驾驶者来说，这个功能其实是非常的方便的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仪表板啊，然后还有这个方向盘等等。这一次 Hilux 有一个升级的重点，就是它搭载了这个 Toyota 的 Safety Sense， 主要有三个功能组成，就是前方撞击预警、这个车道偏移警示，还有主动式定速巡航。其他的像是车侧盲点侦测、倒车盲点侦测、360度的环境摄像啊，我们都可以在这个 Hilux 2.8 上面看到。所以这一次 Hilux 的配备终于跟上了潮流，可以说是消费者的一大福音啊。除此之外，剩下的细节和这个一小改款之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，全车只有两个 USB， 在这个数量上面会少了一点点。后座方面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，但是我觉得椅子最起码是舒服的，再加上它重新调整的后悬吊，让这个后座的乘客啊，终于觉得Hilux 不是一辆弹到要死的车。刚才这个摄影师啊，他其实也是有坐，我问他舒服吗，他讲很舒服，如果各位去乘坐不舒服的话可以骂他。然后接下来一些细节，就是这个后座的冷气出风口，还有这个非常马来西亚风格的这个置物钩，它最大可以吊这个4公斤左右的物品。有时候说你去打包啊，那种 data 类啊，或者是你的 nasi lemak 啊，或者还是你的这个 roti canai 啊，都可以挂在这边。这个是一个很贴心的小配备。OK，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试驾环节啦。OK， 现在我们试驾的就是这个2020小改款的 Toyota Hilux。这个小改款的 Hilux 它在引擎的这个改动可以说是非常的大，它原本的那个马力只有177 PS， 然后在小改款之后它提升到了204 PS， 然后峰值扭矩从原本的450 Nm 变成了500 Nm， 所以从数据上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马力提升非常的明显。而实际的驾驶上面呢，同样的也是非常的明显啊。我很记得就是小改款前的 Hilux 它的这个动力表现其实是比较 smooth 的，比较顺的，它没有什么爆发力，就是给你可以顺顺的驾等等。但是这辆车呢，如果你是在普通的模式上面驾的话，它还是一样的表现，就是一个很柔顺的过程，就很像一般的 Toyota 车，它没有给你太过这个爆发力的表现。但是当你切换到这个 Power Mode 的时候，就是完全进入截然不同的世界，也是刚才我们从这个 Padang Gari 上去云顶再下来，从这个巴丹嘎利去云顶的过程呢，是很多有爬坡的路面啊。在这个 Power Mode 的模式下，这辆车的贴背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烈，然后我们要超车啊，要爬山完全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这个六速的自排变速箱其实也调教得很成熟，比起之前的 Hilux 要更好，它的这个换挡逻辑也更好，它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退档，什么时候应该进档。所以在你需要动力的时候，你只要稍微深踩油门，变速箱就会马上退档拉高转速，给你更需要的那个扭力，所以整辆车开起来是非常的爽的，这个动力表现真的是一流。连我旁边的这位大哥他都讲，这一个Hilux 呢，跟上一代的车型比起来啊，就是跟小改款前的车型比起来啊，这个动力表现进步真的是很明显，反应真的迅速了很多。所以这一个引擎这个调教上面是真的是感觉得到这个 Hilux 是真的有改变。如果说目前我相信就是这个引擎动力来说啊，在这个皮卡车里面就是 Hilux 和这一个 Ranger 的这个 2.0 双涡轮版本可以相提并论了，这个开起来真的是爽。尤其是现在我们是前往这个江大白路段，这个江大白路段也是很多小路，然后也是很多爬坡的路面，这个 Hilux 的动力响应是真的有进步啦。这个原厂的工程师也是有跟我们讲到，为了提升这个引擎的马力，这个 Hilux 的引擎也在一些细节上面做了更改。例如说小改款前置的这一个 Hilux 呢，它的这个引擎是采用风冷的这个 cooling system， 但是到了这个小改款后呢，为了提升马力，他们改成水冷。水冷提升了马力之后，而且在这个你激烈驾驶这个 Hilux， 例如说你进巴或者是你在爬山这种路段的时候，水冷系统也可以帮助引擎更快的降温，来降低这个引擎的热损耗，它受到这个天气影响的因素会更低。
这个就造就了现在这个 Hilux 引擎动力真的很爽一下。OK，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讲这个车辆的悬吊表现啊。Hilux 呢给人的印象就是悬吊很硬、很弹跳，乘客坐到不舒服。但是这一次原厂也是特别强调，他们把这个 Hilux 这个悬吊进行了重新的设定，让它变得更像一般的 SUV。你问我有没有感觉？其实我是真的感觉到有，我可以感觉到像是我们在这种一般山路驾驶的时候，它的弹跳是真的是不明显，它开起来真的很像一般的 SUV 那样，感觉还蛮平稳，然后悬吊在这个吸收税正方面过得还蛮好的。它的这个悬吊的行程，比起之前感觉要短了一点点，但是它的吸震能力更强，所以在这种山路跟这种崎岖不平的路段啊，它这个悬吊把这个税正过滤的很干净，所以后座乘客应该就不会再讨厌这个 Hilux 的悬吊会让他们跳，因为上一代的 Hilux 或者是小改款前的 Hilux 啊，在这个悬吊表现方面真的是比较弹跳一点，导致后座的乘客坐起来真的很不舒服。但是这一次后面的那个我们的这个摄影师啊，他讲他坐得很舒服，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进步真的是有，而且是蛮强的。然后再来一点，就是在操控表现上面的改进，就是这个方向盘。这个方向盘同样的也是有进行了升级，在升级了过后，这个方向盘的指向性跟这个路感也变得更好更清晰。它的转向其实你不能够要求它很像一般的房车那么精准，但是以皮卡来讲，它的这个转向精准度已经不会输这一个就是它的主要对手 Ranger 太多。我们这样一路开下来，我是觉得这辆车真的是有给我带到我这种驾驶乐趣，你真的是觉得哎，原来 Hilux 也可以这样子开啊，驾驶乐趣真的是有的。只是有时候侧倾的时候，就是有时候你在进弯的时候，你还是感觉到车辆的侧倾还是会有一点严重啊，不过这个是合理的，毕竟车高。然后我是觉得如果他把这一个抗侧倾做得更好一点的话，这个 Hilux 会更好玩。不过目前为止我还是很满意这一个 Hilux 的表现，整体来说很均衡。它不像小改款前，虽然说它们的外观可能你觉得差异不大，但是如果你是小改款前的车主啊，我真的建议你有机会这辆车 launching 了之后，你去试试看这辆车，你就会觉得这辆车进步在哪里，改变在哪里，因为它们真的是很不一样。强烈建议你要买皮卡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。不过只是很可惜的是啊，它这个引擎的升级只是在这个 2.8 的版本上面，我们今天试驾的也是 2.8 车型，如果是 2.4 的话，在引擎跟这一个扭力都是没有改变的，只是他们通过了这个喷油系统的升级优化啊，他们让它的油耗变得更好，就是这样而已。所以其实不管你是买到 2.4 还是 2.8 的引擎都有升级，只是一个升级在油耗，一个升级在动力，就看你要的是什么。如果是你的预算允许的话，我会建议你直接上这个 2.8， 因为 2.8 这个车型真的开起来进步很多，开起来也很爽。 OK 啦，以上就是我们的简短试驾。以上就是我们为这个新款的 Hilux 进行的简短试驾，未来我们也会把这辆车借出来做更深度的试驾感受，但是今天的初次体验啊，让我觉得这台车真的是进步很多，就算和它最主要的对手 Ford Ranger 相比呢，其实也相差不远了。这一次 Toyota 终于让我们知道这个 Pickup Truck 也是可以运动化的，所以我其实非常喜欢这个 Toyota Hilux 啊。 OK 啦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啦，如果大家喜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，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，拜拜。